觉照您的佛性般若，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。开示如来大威德故，照明无奈智慧故，示现如来无边圣德极资言故，显示如来不可思议大神变故。这才真正弘扬佛道。一切取，取就是相意，取就是相意，是吧？你在人道取畜生道，咱说通俗一点啊，大家都理解的。有人见着一对鸳鸯很喜欢，他心里想：哎，你看鸳鸯多好啊，对。鸳鸯一定是两个，一鸳一鸯。那人嘛，他不去想人道，不去想佛道，不想天道，他想畜生道。这是相，这叫相。对，因为什么呀？他没有智慧了，没有智慧了，是吧？给他宣扬佛道，可不是宣扬畜生道，让他去趋向于佛道。世界上有很多讲的，宣扬畜生道，而不宣扬佛道。所以说，宣扬佛道可不是宣扬世界相，那宣来。出世间相啊，说究竟的佛相啊，那就开示如来的大威德。如来大威德怎么成就的？照明无奈的智慧障。凡是说障啊，就含藏意，含藏着无量的智慧。示现如来无边的圣德极资言故，显示如来不可思议大神变故，以神通力。与一切取现佛身故，示现如来神通的变化无边际故，本所自愿悉生满故，显示如来勇猛智慧能骗住故，于法自在成法王故，出生一些智慧门故，示现如来清净的身故，有限其身最殊妙故，显示正德三世诸佛平等法故，开示善根清净障故，显示世间无能为喻上妙塞故，显示具足实力之相，令其见者无厌足故，为世间日照三世故，志在法王一切功德，皆从往昔善根所现。一切菩萨与一切劫成扬战术不可穷尽，这就叫弘佛道。弘佛道先得把什么是佛道明白，先是开示如来的佛的威德，咱们前头所讲的都是讲了一年多了，就是这个佛的威德，佛的无奈智慧，经常如是说，这都是佛的无边的圣德，资源是茂盛的，相当大的威力，非常大的，像大火猛啊，
森林大火大火灾呀、啊，嗯，那个不同，这个不同，是光明之言也，相似也，这是消灭一些烦恼的。嗯，如来的神变很多，嗯嗯，那就是不可思议的神变，不是人力所能想象到的。就是佛，咱们是现在已经到了斗塞天了，还没离菩提场，菩提场法会照样说，只是生，我说从菩提场升到须弥顶，须弥顶升到夜摩天，夜摩天现在升到斗塞天，还没起本座，本座还在菩提场呢。这就是无奈如来的无奈字啊，嗯，这是如来的圣德，嗯，也可以说这就是如来的神变，嗯，也是如来神通力吧，嗯，与一切学见佛身故，现佛身，嗯，他出生道，嗯，为恶鬼道，嗯。那是六道天道不说了，嗯，那畜生道很多了，种种类类的了，嗯，佛能现身，这个身有时候现的同类身，同类身，嗯嗯，在哪一道众生里，佛就实现哪一道众生的身，但是他与众生超特，超特，超特，在一切众生之中，他如果超特的、殊胜的，嗯。也是不可思议的，就是如来的神通力。嗯，咱们凡夫，他入哪一种类，他就被那种类就局限了，他不能自在。那佛在哪一类都实现自在，一类有一类的习惯了。我们可以拿我们自身说，我们现在现的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，你自在吗？你不能自在了，你到哪一类就被哪一类限制住了，哪一类的有哪一类的生活习惯性都变化，佛可不是这样的，佛到那是度众生去了，度这一类的人，他四现的好像是同，好像是一样的，不一样。佛四现人间，在印度现八相成道，他跟咱们人一样吗？咱们看着是一样，他的感受他不一样的。他当游戏三昧呢。咱是在哪一界现哪里一身，就为哪一界哪里身，就说局限了，你不能得自在。佛是自在的，就显那个实现佛身，实现种种度度每一曲，现的不同殊特，给他实现佛身，使那一类众生仰慕羡慕求成佛，在实现神通的力量，变化无穷，那变化无穷，无边际够，本所自愿，悉成满够。本所自愿就是最初发心，就是咱们现在的发的心，让所有的愿力，到你成佛了，你在那一点一滴的发的善心所发的，跟菩提道相合的都能成就了，所以这个显示什么呢？如来的勇猛智慧能骗诸故，如来以智慧身，不论实现什么而以智慧，但是实现如来清净，清净没有眼垢，实现的眼垢，实现的浑浊，它不浑浊，它还是本来本具的清净，有限其身最殊妙，不论在哪一界里头，他那个身体啊
非常的微妙，就跟这同类所不同。实验证得三岁就把平等法过，为什么再加个四呢？为什么说是四线呢？在方便善巧的会里头当中，为什么后头开了华严开的十度，后四度，前六度后的四度，后的四度就是佛的慧力、愿力，还有自力，慧方愿力自，就是方便善巧。本具有殊妙，说实现都是微妙，因为显示佛是正德，过去未来现在平等平等，也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，法身无时间的，没有时间相的，没有处所的，依报也没有处所的。为什么有这种的力量？这叫过去的善根清净藏所含上，都是清净的，才能具足有这种神通变化，证得的平等法性，法性是平等的。所以佛所示现的，就是由他的过去的离众生的因所感召的，得到上妙塞。咱讲实力，所以能够具足实力的相，开示众生。那一些见者见佛的人，没有厌足。见了想常见永远见，就像太阳一样，今年这样照你，明年还是这样照你，后年还是这样照你，佛日照世间，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，就是法王的功德，过去所说的善根善根，过去所说的善根成熟了显现的一切现象，要把佛的功德说完呢，不可能，一切菩萨与一切成阳战说不可穷尽，战不完的。然后学将来学普贤横愿品，普贤菩萨十方诸佛赞叹诸佛，大家看那第一大愿十大愿望都入世，就是入世赞叹不尽的，不是咱们赞叹，而一切十方诸佛赞叹佛的功德，经无量一劫赞叹不完的，佛德无尽呐，是吧？显示佛的功德甚深广大无穷无尽，这个赞叹佛，佛是无障碍啊，大家记得这种赞叹的含义啊，显示住于佛住，佛住住在什么地方？住在空，这个空空而不空，含着一个大悲，含着利乐众生，因为空故所以无障碍啊，永远利益众生，佛住于佛住，佛住于佛住，同时佛住于平等住，所以佛的处生处一直处无障碍，佛的降伏一切魔障，这些功德
就是对着你的，对咱们凡夫修吧，也如是啊。对着你的烦恼，先讲对治，后来是自言。嗯，对，佛转一些众生的时候，说法转一些众生是法转，佛跟你说，嗯，这个方法，啊，咱们天天读经、上殿、过堂，天天时时在降魔。不是咱们所学的那个魔，咱们有五蕴的，有五蕴的身体，每一蕴有十种，十种什么魔？你也不要怕，你就是在魔障里头呢。如果大家学过《楞严经》，叫五十种蕴魔，每一蕴有十种魔。自然的，嗯，念佛学佛就降魔，这叫对子的力量，不为其他所动。佛有无量神变，咱们现在心里发心行道念经拜忏都在降魔，到底究竟成佛了，那降究竟了，一切佛也没有了。修禅宗的人是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，他一切相不离，他正在那真空的空里，所以所行无奈，能够在一切取，除了佛法之佛法界之外，还有九法界，就住取吧，都能现身，现了身都是殊特的。因为什么能这样做呢？佛得了漏尽。咱们说八风吹不动啊，所以讲那就真正八风不能动，无言的。但是这个是个果，它有能骗的因，它神通力是在果上所做起的作用，是因为他过去修因的时候，因来具着这些东西，修的因是不思不可思议的因，成就了呢不可思议的果。同时这段经文来讲，过去现在未来法是平等的，平等的，是吧？这个三世啊，为了把这个祭祀的方便，今天不是昨天，也不是明天，那你必须得有记这一件事儿，有方便善巧，说巧立三世啊，你过去现在未来，就是这件事情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未来。为什么呢？为了辨别识别，像咱们跟爹我们商量一件事儿，好啊，我明天来跟你说吧，明天再答应你立个合约啊什么这些。这是为你行事的方便的。其实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，懂得这个道理了，这叫平等，三世平等，经常讲三世平等。但是这个三世跟那个三世不一样，就咱们人间多了，同一个地头祭祀的方法不一样，祭祀方法不一样。而我们在拉萨，那拉萨那段拉萨一年，咱们都过年过春节吧，过四五个。拉萨人口也少，那个外国呀，在那做生意的人呢，在那库尔卡，就是现在尼泊尔，他也在那做生意，他有他的年。过年时候，咱们汉人过了汉年年，完了又过藏年，完了库尔卡也请客过库尔卡的年，就是过尼泊尔的年，完了又过印度年。完了过不丹那年，在那个地方的侨民人口少，都过个年，我过年了就全体请，不管哪个民族，他过年请，一年要过六七个年，这时间没有定力啊，法无定法呀，没有什么过去过来，这是人力的呀，这标准都是人力的，但天天如是，太阳出来太阳没了，太阳出来没了，
他有今天是初一，明天是十五，初二，后天是初三，有初一十五吗？大自然有吗？他没有，啊，人类的，人类的，人类可以转呢，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是平等性，你这样看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也是人类的。过去的祖先，看看原始社会啊，大事系个大疙瘩，叫个大疙瘩，把那个系个大疙瘩，把个绳子拿上标着的，这是大事儿，小事儿系个小疙瘩，他祭祀方法没办法，那不是后来有文字了，有什么的。这就是随着发展的，这叫因，这都是因。说平等法、三四法，人的心理怎么样才能平等？社会上像现在大家要求平等，成为公民，平等得了？个人所做的福德、因缘、业报都不同，怎么能平等？佛教讲平等是在你心理上，心平等过，一切法皆平等。随你个人的因缘果报差别享受，那个不同，是在业果平等，你自作业自受。平等啊，你自己做自己受，怎么不平等啊？没谁加给你啊。这叫世间，一切世间都是事，要以智慧来观察一切世间法，叫智字，不是迷字。咱们那个智不是真知，咱不知道这个事情，这个事儿发生了，为什么发生？要找原因，咱们只能找到现实的原因，找不到的过去。找不到过去原因，达不到平等性。的确，佛所教授的那种智慧，在一切法上，讲你的愿力，完了使一切法修定成满，达到原来你本具的性体，这就叫平等了。咱们讲平等，对不对？佛教讲平等，它是讲理上平等，事有参千差，理无二字，理没有两个，就是一个。这个理呢，是法理。他的成正能觉是些修行一些法门形成的，是以智慧修成的，他智慧骗住，所以无奈啊，那智慧无奈过，这是菩萨所求的，佛所证的。因此要以智慧来分别佛所现的身，一会儿现佛身，一会儿现人身，一会儿现畜生身，那他所现的还是佛身。这现的不是真实的，不是真实的，所以叫示现，以神通力示现，以众生的业力示现，以佛的智慧力示现。感到你成到佛了，一切众生都能成佛，都能够加个彼难此难是标榜的，加个分别符号而已，没有此难彼难，也没有实身，那是他的妙用不同，力生显现的不同。这样来理解佛的不可思议的功德。但是呢，各个佛极乐世界的佛，他度化众生的方法、善解方法，
跟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度生的方法，跟东方琉璃世界药师如来、琉璃光如来他的度生的方法，是同吗？说同是在理，在事上各个的修因，各个的所证的果，果是同的，修因不同。不同，对。说圆融法当中，是只是说理圆融，那你修成了，事事都圆融。这个事就全事即理，全理即事，所有的理就在这件事上显现了。这样的来理解，才没有间错混杂呀，不然就混杂不清了，无穷无量的。那如来的解脱的微妙的智慧，他达到究竟的功德了，所以诸佛平等，是从这上来说平等，普遍不杂，不是杂乱的。因为个人的修因不同，所以到他立生的事业不同，立生父的事业不同，他成就的佛果都不同，他的有缘众生不同，知道这个了，完了才能说同。这个同呢，说正得究竟这种离体，这清净藏的时候都同了，这叫法界。法界呢不可思议，就叫妙。凡是佛经道呢不可思议，不能用言语解说了，加一个字吧，妙，不解说了，这叫妙，就无言说地。而是一切宝庄严，自言而有妙好庄严，除过众天庄严之上，一切宝王周匝弥法，普有一切上妙宝云，普有一切庄严巨云，普有一切宝衣云，普有一切旃檀香云，普有一切坚固香云，普有一切宝庄严云，普有不可思议华聚云，普有不可思议极耀音声，赞扬如来一切种子，悉云妙法而共相应。如是一切供养具，悉过诸天供养之上，而是斗率托天公天王，奉而如来严办入室住供具仪。就前头说的都是供养具啊，于百天万亿诺由陀斗率天子向佛合掌，白佛言：善来世尊，善来善喜。善喜是佛的十号啊，善喜世间节嘛，善喜。善来如来应正能觉，威见难民，处此宫殿。宫殿庄严好了，请佛就住这个殿，好像是还得站到陆地上的，还没进殿呢。咱可讲了好几座了哈，来到斗率天，还没进屋，还没落座，就这么个含义了。尔世世尊，以佛的庄严，尔世庄严，等供养那么多庄严，佛自己还有庄严，自己庄严，以什么庄严？巨大威德，令一切众生生大欢喜庄严，一切菩萨发深悟的结果，一切斗率天子正也欲乐故，斗率陀天王成是无愿足故，无量众生缘念于佛而发心故，无量众生总见佛善根，
无量众生总见佛的三个，见佛三个，福德无尽垢。这句话得连续下说。